老公跟他妈关系好，这我是知道的。婚后没多久，他爸爸去世了，我主动提议把婆婆接过来一起住。但婆婆上来后，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出去旅游，老公跟婆婆睡同一张床，他们甚至还一起洗澡。林一和我是在大学的社团活动上认识的。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阳光斑驳，我们社团的校园清洁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。 我抬头看到了他，他穿着一件蓝色的 T 恤，身旁围着一群热情洋溢的同学。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深邃的眼睛，健硕的身材。他的笑容如春天的阳光般温暖。我觉得他就像是我心中的理想型，高大帅气，阳光健康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对林毅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。我发现自己对他一见钟情了。我开始主动找他聊天。 参加他参加的活动，试图走进他的生活。他也没有排斥我，反而对我很热情。我们开始一起做作业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参加各种活动。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林毅对我非常好，他会在我生日那天给我准备小惊喜，会在我伤心的时候安慰我，会在我烦恼的时候给我建议。他的温柔和体贴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心。 他就像是我生活中的一股暖流，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和安逸。大学毕业后，林毅向我求婚了。他带我来到了一个美丽的海滩，夕阳照耀在海面上，金黄色的光芒如梦如幻。他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拿出了一枚戒指，认真的对我说：“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陪你度过你的每一天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看着他。 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个美好的梦。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点了点头。我答应了他，答应了和他一起走下去。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林一的妈妈，我的婆婆。她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肤色健康，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肩上挂着微微泛黄的珍珠项链。她穿着一件简洁的纯色连衣裙，看上去既端庄又优雅。 婆婆的笑容非常亲切，有种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魅力。我看着她，一点都看不出来她已经四十多岁了。我不由得感叹基因的强大。看着林一的妈妈，我感慨万分。一不小心，我说出口了：“阿姨，你保养的真好，完全看不出来四十多岁。”她笑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呀，这小丫头会说话啊。” 我看得出来，林一和他妈妈的关系很好。结婚之后，我才发现他每天晚上都要给妈妈打电话，报告一天的行程和生活琐事，聊上好一会儿。有时候他甚至会跟妈妈聊天聊到深夜，像是没有话说不完似的。我一开始有点意外，然后觉得有点好笑。我在旁边看着他跟妈妈喋喋不休，心里不禁感叹：男人啊！ 都说是妈妈的心头肉，看来真是没错。有人说，一个男人如何对待他的母亲，就是他未来如何对待你的样子。他能这么疼爱他的妈妈，那么他一定也会疼爱我。婚后没多久，老公的爸爸突发疾病去世了。那天医院的电话几乎将我和林一的心一起扔进了冰窖。我看着林一的脸色，一下子就变得像白纸一样。 眼神空洞的让人心疼，他只是愣愣地坐在沙发上，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手不断地握紧再放松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毅变得有点不正常，他一直嘴里嘀咕着：“妈一个人在家，我不放心，他会照顾自己吗？我妈一个人在家，会不会不小心摔跤？他做饭的时候会不会忘记关火？”他像个孩子一样，把所有的担忧都挂在脸上。 让我心疼不已，看着他那种焦虑的样子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！我又怎么忍心看他这样烦恼呢？所以，我主动提议说：“老公，如果你担心，我们就把妈接过来住，好不好？”说出口的那一刹那，我看到他的眼神瞪得老大，他完全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建议。林一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微微颤动。 却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他被我吓到了，他肯定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，你真的愿意吗？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，他的眼睛里满是疑惑。我笑了笑，轻轻的握住他的手。我当然愿意，我不能看着你每天这么焦虑。再说，我顿了顿，然后认真的看着他。妈也是我们的家人，我愿意照顾她。林毅看着我，突然眼眶红了。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老婆，谢谢你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婆婆一到我们家，我就看出来了，她心里那个难受啊，就跟失去了整个世界似的。看她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得做点什么。老公，你看妈这样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她出去转转，换换环境？”我看着他，林毅被我这么一说，他眼睛一亮，这个主意不错。 咱们可以去哪呢？我们就这样一边想一边查攻略，最后决定带婆婆去海边，听听海浪，看看大海，也许能让她的心情好一点。婆婆听到我们的计划，一开始还有点犹豫，但看我们那么坚决，最后也就同意了。她只是低头，轻轻地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我们出游的那天天气特别好，阳光明媚。 婆婆一直挽着林依的手，一路上都在说话，一看就知道她特别高兴。看着他们母子俩，我心里那个复杂啊！我看到婆婆一直挽着老公的手，一直在他耳边嘀咕，我心里竟然有点不舒服。我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我明白婆婆只是想找个依靠，可我还是有点不习惯。我看着他们两个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我跟自己说。 我想太多了。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婆婆、林一我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，挤挤挨挨的感觉就像是在家里的饭桌旁。你看看这个，这个皮也太油了。婆婆用筷子捏着一块烧鸭，咬了一口后，对着林依说道：“林依自然而然的接过筷子，把鸭肉的皮吃掉后，又把鸭肉喂到婆婆嘴里。我咽下一口饭。” 尽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可是他们这过分亲密的一幕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放。看着他们互相喂食，我感到有些恶心。我猛地推开椅子，站了起来。我，我去下洗手间。我语无伦次的解释，然后快速向洗手间走去。晚上到了宾馆，我才发现老公指定了一间标间。喂，林一，怎么指定了一间标间？我拿着行李。 皱着眉头看着老公，嗯，是的，为了省钱呢。林毅耸耸肩膀，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可是我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咬牙忍住了。毕竟我不想在这个时间点吵架，也不想让婆婆觉得我多疑。那一晚，我跟婆婆先洗完澡，各自躺在一张床上。我关了灯，只开了床头灯，准备玩会儿手机就睡觉。 然而，等到林一洗完澡出来，我却惊呆了。她穿着宽松的睡衣，直接走向了婆婆的床，然后就躺在了那里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，难以置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。我慢慢的掏出手机，决定发微信问他，林一，你为什么要去你妈妈床上睡觉？” 我咬着唇敲下这样的文字：“妈最近总是睡不好，我陪陪她。”她的回复来得迅速，我看着她发过来的笑脸表情，心中的疑虑更深了。可是这样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内心的不安。没事，你别多想。妈妈年纪大了，有时候夜里怕。她的回答令我心头一紧，感觉有些窒息。我看着她的回复。 心中更加迷茫，是我多疑，还是他们的行为太过于亲密？我不知道，只是看着那张床，心里无比复杂。我放下手机，用手捂住脸，试图让自己忘记这些不愉快，但心中的疑虑如同乌云，始终挥之不去。旅行结束后的那天，我们回到了家，婆婆挥了挥手，笑着说：“我先去洗澡了。”然后。 他就消失在了卫生间的门后。我正在整理行李，突然听到婆婆的声音从卫生间传出来：“林一，你过来帮妈妈搓搓背。”我呆住了，这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应。我的手在空中停滞，心跳的如同疯狂的鼓点，而林一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走到卫生间门口，轻轻的推开门，然后就消失在了卫生间里。那一刻。 我感觉像是被雷劈了一样，全身僵硬，脑海一片空白。我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震惊和难以言表的痛苦。晚上，我终于忍不住找到了林一。林一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我小心翼翼地说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轻轻点头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你和妈妈可能有些过于亲密了。我咬了咬下唇，轻声说出心里的疑虑。 他一愣，然后眉头一皱，过于亲密。你在说什么？那是我妈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她是你妈妈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，但最后还是说出了心里的疑虑。你们的行为让我有点不舒服。林毅显然没想到我会说这些，他愣在原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的脸色突然一沉。你怎么可以这么想？那是我妈妈，你的思想太龌龊了。 我被他的反应吓到了，我只是想和他好好谈谈，没想到他会如此激动。我看着他愤怒的表情，心里一阵无力，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。我抿了抿嘴唇，缓缓低下了头，无言以对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林毅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冷战状态。我们在家里像两条直线，各自按照自己的轨迹走着，尽量避免交集。 我们吃饭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有说有笑，而是各自低头吃自己的。偶尔的对话也都围绕着家里的日常琐事。这样的日子让我感到心里特别不舒服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，说不出的滋味。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度过了几天后，我收到了公司的通知，要我去隔壁省的一个项目现场出差一周。我看着那封电子邮件，心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 虽然出差的工作肯定很辛苦，但我还是觉得比待在这样的家里好。于是我开始收拾行李，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出发。我收拾得很仔细，林毅在旁边看着电视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我心里有些苦涩，但我也没有多说什么。行李收拾好后，我又在厨房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，放在冰箱里，够他们俩吃几天了。然后。 我找了张纸，写下了我要出差的消息。林一，我得去隔壁省出差一周，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你了。然后我把字条贴在了冰箱上，清晰可见。最后，我走到林一的面前，看着他沉浸在电视里的样子，我忍住了想和他说话的冲动，转身回到了房间。那天，我正在出差地的酒店房间里准备第二天的报告。 突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看到是隔壁邻居阿姨的微信，我有点疑惑。她一般很少联系我，除非是有什么家里需要帮忙的事。我打开微信，只见那一条消息简单明了：“小军啊，你们家晚上是不是能轻点儿？最近几天晚上你们家动静太大，有点吵，我们老两口都睡不好觉。你们年轻人应该理解我们老人家需要休息哈。” 知道你们新婚，但也稍微节制一点比较好哈。我看着那条消息，脑子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。我们住的是公寓，晚上的动静太大，隔壁的邻居肯定能听到。都是成年人了，我当然知道邻居阿姨说的动静是什么意思。可是我都已经出差好几天了啊，家里只有林毅和婆婆两个人。这一切突然让我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 我心里突然有种恶寒的感觉，手里的手机也开始微微颤抖。难道他们？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开始疯狂地在脑海里排除各种可能性，但是无论怎么推测，我都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来消除那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坐在那里，整个人都开始紧张起来。我提早两天回到家里，并没有告诉老公和婆婆。我打开门。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，客厅地上随处都是凌乱的衣物，甚至还有婆婆的内衣。我一步步走近，心跳得越来越快，耳边仿佛响起了钟声，每一拍都在提醒我什么。我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又吐出来，心里强迫自己想些其他的事情，不去想眼前的一切。但是那些衣物，那种混乱。 就像一把尖刀，狠狠的刺入我的心脏。我朝卧室走去，随着步伐的靠近，我听到了一种我无法相信的声音，一个是林一的，一个是他妈的，混合在一起，发出奇怪的、模糊的声音。那声音让我心脏跳得更快，我的手心开始冒汗。我走到卧室门口，看到房门并没有关紧，我几乎能看清里面的情况。我迟疑了一下。 然后鼓起勇气，凑近了耳朵，婆婆的声音在卧室内回荡，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呼吁：“嗯，林一，你可比你那个死鬼老爸厉害多了。嗯，妈，你比我老婆厉害多了。轻，轻点，妈，你不喜欢这样吗？嗯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跟你那老婆离婚？等等，等我把房子骗到手，我感到一阵恶心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”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站稳，我向后退了几步，支撑住自己的身体，震惊的无法说话。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妈妈在我出生时就离开了人世，令我唯一留恋的就是那份遗留下的照片。照片中的她笑得那么轻松，那么美丽。我经常拿起照片，幻想着如果她还在，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之前。 我还很羡慕林毅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。爸爸是我最亲近的人，他为了抚养我，早出晚归，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打仗一样。他把我当成了他的整个世界，而我也一样。可惜的是，上大学的那年，他也离我而去，留给我的只有那套我们曾经一起住过的房子。这是个老旧的小区，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。从那个房子的窗户看出去。 能看到城市的大部分景色，那个房子有我和爸爸的所有回忆，我是无法放弃的。我曾想，我要和林一一起在这个房子里生活，过着我们理想的生活。我甚至为此精心设计了整个房子的装修方案，试图让它变得温馨而又舒适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个曾经充满了我和爸爸甜蜜记忆的地方，成了他们算计的对象。 我觉得自己像是跌进了一个无尽的黑洞，我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侧过身体，小心翼翼地把手机对准了门缝，录像功能的红点在我面前跳动，仿佛是我的心跳。他们的对话从房间里传来，我听到婆婆的声音：“嗯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你那死鬼老爹的吗？”她的语气带着一种冷酷，我没见过他这样。 你是怎么做的？他的声音平静，仿佛在问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问题。我就在他的饭里下了毒，他每天吃，没多久就走了。婆婆的话犹如一把尖刀，直接刺入我的心脏，我浑身一震。公公居然不是病逝，那那我们也给他吃点。林依的话像一股冷风，让我瞬间打了个寒战。嗯，这样他死了，房子就是我们的了。 婆婆的话轻飘飘的，仿佛只是在说一个不太重要的事情。我全身冰冷，眼泪瞬间滑落，心里的疼痛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我一直在想，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柔的老公和婆婆吗？我真的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捧着手机，背着小包，似乎背着一座沉甸甸的大山，蹒跚地走出了门。门轻轻合上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。 仿佛我一直都不在这个家里，我犹如一个迷失的小孩，不知道自己该走向何方。我决定去闺蜜的家。我随便叫了一辆出租车，向司机报了地址，就怔怔地看着窗外的夜景，泪水一滴一滴在心头凝结。林晓正在客厅看电视，看到我满脸泪痕，吓了一跳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马上起身过来，关切地看着我。我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。 才把我刚刚看到的事情和录到的视频给他看了。看完后，林晓愣住了，他也被震惊到了。我靠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确定他们没有开玩笑吗？他看着我，眼神中满是惊愕。我默默的点了点头，再次崩溃。我也希望这是玩笑，可是我差点哽咽，眼泪又流了出来。我能不能直接去报警？我迫切的盯着他。 希望得到他的指点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眼神中满是严肃。要是说只是开玩笑呢？警察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，只有视频还不够，你得有更充分的证据才行。听到这个答案，我心里一沉，原来这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我决定去老公和婆婆的老家看看。我先来到当地的医院，心里有着丝丝的紧张和不安。 我向护士打听当时公公病逝的细节，结果却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，医生和护士已经没有了记忆。我又去了他们家中，原来的邻居都已经搬走，只剩下一两户老人还在。我坐在石阶上，满脸失落，感受到了几分秋风的凉意。这时，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过来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我，然后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” 来找谁的？我站起来，试图保持镇定，然后向她介绍了我和婆婆的关系，并询问她有没有关于婆婆的过往记忆。她愣了愣，像是在回忆什么，然后她慢慢说：“哦，你说的是她啊，我记得那时候她住这里，和她丈夫还有孩子。”我急切地问：“你知道她丈夫死因吗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”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也不清楚。” 但是我记得她好像不是那孩子的亲妈。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他。她不是亲妈？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我记得那时候村里都在转，那孩子他妈一出生就去世了。那个女的是后来才嫁给他爸的。那么、个、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，我们都在猜是不是为了钱。现在看来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太震惊了。”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试图消化这个信息。我心跳得厉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老公和婆婆，他们竟然没有血缘关系！我回到车上，坐在驾驶座上，头昏脑胀。我把自己塞进车里，仿佛想从这个世界消失。这一切都太过震撼，我根本无法接受。我又去了他们家中，原来的邻居都已经搬走。 只剩下一两户老人还在，我坐在石阶上，满脸失落，感受到了几分秋风的凉意。这时，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走过来，他眯着眼睛看了看我，然后疑惑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？来找谁的？”我站起来，试图保持镇定，然后向他介绍了我和婆婆的关系，并询问他有没有关于婆婆的过往记忆。他愣了愣，像是在回忆什么。 然后他慢慢说：“哦，你说的是她啊？我记得那时候她住这里，和她丈夫还有孩子。”我急切地问：“你知道她丈夫死因吗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”她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记得她好像不是那孩子的亲妈。”什么？我惊讶地看着她。她不是亲妈？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我记得那时候村里都在转。” 那孩子他妈一出生就去世了。那个女的是后来才嫁给他爸的。那么、个、年轻的姑娘嫁给一个老头子，我们都在猜是不是为了钱。现在看来，我脑子一片空白。这个信息对我来说太震惊了。我静静地坐在那里，试图消化这个信息。我心跳得厉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胸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。老公和婆婆他们竟然没有血缘关系。 我回到车上，坐在驾驶座上，头昏脑胀。我把自己塞进车里，仿佛想从这个世界消失。这一切都太过震撼，我根本无法接受。我下意识地拉开了文件夹，一个巨额的保险单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保险单上冠以我的名字。那一刹那，我如同被重击一般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保险单上的字迹清晰可见：如果我意外身亡。 受益人竟然是我的老公林一，而那一笔的保险金额度简直让人啧舌，我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这一切。这种恐惧、慌乱的情绪瞬间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。我深呼吸了几下，试图平复自己的情绪，然后我将保险单的图片拍下来，保存在了手机里。这份证据可能会决定我接下来的行动。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摄像头找到足够的证据，也希望他们不会发现这些摄像头的存在。至少现在，我要做的只是等待，等待他们露出马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假装自己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天早早的离家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老公问我怎么这么忙，我只是笑笑说：“工作上的事情比较多，我也没什么别的选择啊。” 这个项目是我接的，不能马虎。我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对老公说：“要照顾好自己，别累坏了。”老公看着我，脸上带着关心的表情，可是这让我心里只有恶心。我尽量避开他们的饭点，然而一切都在周末那天改变了。那天我突然发烧了，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工作太累，加上内心的压力过大。婆婆看到我发烧。 立刻就紧张起来，说要给我煮点粥。我躺在床上，手机开着监控。我看到婆婆煮粥的过程中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东西，偷偷倒进了粥里。我看着屏幕，心脏砰砰跳动，几乎要跳出来。婆婆端着粥进来，对我说：“你看起来很难受，快点吃点东西吧。”我看着面前的粥，心里感到一阵寒意。 我尽量保持镇定，笑了笑说：“好的，婆婆，我先让它晾一会儿，马上就吃。”婆婆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然后就离开了房间。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然后立刻在监控下从粥里舀出一勺，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，做好封口。那是我的证据。剩下的粥我都倒进了卫生间的马桶里。 心中涌上一股恐惧和厌恶。我看着马桶中的粥，心想：这可能就是婆婆和老公想要对我下手的证据。我立即联系了闺蜜林晓，让她帮我把粥样本送去做检测。我告诉她一定要全程录像，记录下工作人员拆开封条的过程，留作证据。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林晓给我发了一个安慰的表情。 我看着手机屏幕，心中的恐惧稍稍缓和了一些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仿佛坐在针毡上，焦急的等待着检测结果。每次手机响，我都会紧张的看一眼屏幕，看看是不是林晓发来的消息。终于，检验结果出来了。林晓打来电话，语气里充满了震惊：“你的粥里面检测出来有安眠药和稀有的毒草提取物。” 偶尔吃一次不会有什么，但如果经常服用，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健康问题，甚至会致命。我听到这个消息，全身都冰凉了，我感觉自己像是从云端直接跌落地狱，恶寒从脚底涌出，一路上升，直到心间。我挂掉电话后，马上就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，详细的告诉了接电话的警官发生的事情。 我告诉他们，我有视频证据，有毒物的样本，也有对我下毒的嫌疑人。警察局的氛围异常沉重，像是空气都凝固了一样。婆婆和老公被警察带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表情还像是刚从床上醒来的样子，全然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。他们浑浑噩噩地坐在那里，就像是以为这只是个做贼心虚的噩梦。然后。 警官给他们看了我的报警记录和证据，他们的表情就像是被人用刀割了一样，生疼生疼的。婆婆立马就开始颤抖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老公也不再是刚才那副懵懵懂懂的样子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铁青。这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！婆婆歇斯底里的说：“我没做过这种事，这是有人陷害我们。”老公也立马接口：“对，这肯定是误会。” 我的妈妈是个好人，她不可能这样的。但是当警官播放出我用手机录下的视频，他们俩像是被雷打中了一样，整个人都僵在那里。婆婆更是吓得直接跪在地上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我我，然后婆婆就开始抽泣起来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我也是被逼的，都是他，都是他逼我这样做的。”这一下，老公彻底被激怒了。 她瞪着婆婆：“我我逼你这种事，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？”他们俩就在警察局里争吵起来，相互指责，相互推脱责任。婆婆的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，一滴滴滚落，但她的声音却越来越响：“都是你，是你说想要他的房子，让我这么做的。”老公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一巴掌打在了婆婆脸上。 然后跪在警察面前，都是他一个人做的。我是被蒙在鼓里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在警察局的审讯室里，婆婆和老公的争吵声音一度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。警察不厌其烦地再次重复了刚才的控诉，他们的脸色如同地底的泥土，一片灰暗。婆婆擦着眼泪，继续疯狂地辩解：“我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按照他的话来做的。” 老公瞪大了眼睛，眼神中满是怨恨和愤怒。警察打断了他们的争吵，铁青的脸色让人心惊肉跳。他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份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字迹让人眼晕。我们已经从你老公死亡时的医院取得了档案，可以证明你老公长期服用了那种药物。这一次，婆婆和老公同时愣住了，他们互相看了看。 眼神中都满是恐慌和不解。警察沉声继续：“你们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”他的声音在小小的审讯室里回荡，沉闷而冰冷。婆婆抱住头，泣不成声；老公的脸色也白得吓人。他们终于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但为时已晚。他们只能坐在那里，无助地看着警察，等待着命运的裁决。法庭的审判厅里。 婆婆和老公像两个丧家之犬，低着头看着地板，听着法官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他们的罪行和刑期。被告人刘娟因为故意杀人罪，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判处无期徒刑。法官清冷的声音在整个法庭上空回荡。婆婆颤抖着，她的脸色变得煞白。紧接着，法官将视线转向了我的前夫。 被告人林一因为故意杀人罪，作为从犯，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。老公低头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他的脸上满是悔恨和痛苦。我坐在旁听席上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我终于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，一身轻。离婚协议也很顺利的通过了。 我在离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感觉就像从沉重的负担中摆脱出来。我又回到了我自己，我又是我那个独立、勇敢、不再背负痛苦记忆的我。